新地出租品牌 Time Place 本社最新在西九龙插旗，位于西九龙海滨地带的 Time Place West Kowloon 提供843间酒店房，采用崭新的 Apart Hotel 概念营运，提供长至年租、短至日租的租期，预计今年10月正式营运。新地早前开放部分房间给传媒参观。項目涵蓋開放式至三房的單位，我們現在身處的是921室，建築面積是846方尺，是全盤其中一個面積最大的三房單位。單位最大的特色就是客廳有一個曲尺形的大窗，外望開陽的海景，更加可以望到中環一帶，是屬於維港煙花景。睡房設在客廳的兩側，主人房有全海景，配備雙人床，主人房可以去到另一间睡房，房里面预设可以变形的书台，住客可以用来做书房，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将书台变成睡床。至于第三间睡房就位于客厅的另一边，同样望海景，预设高架床和书台。事实上项目主打开放式房间，占房间总数超过八成。有别于一般新盘的开积，这里的开放式单位可以有近400尺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956室一样。这里的建筑面积有397尺，可以给住客灵活划分空间。单位入门有小玄关、设鞋柜和收纳柜等，向前行可以去到厅区和工作间，预设可以延伸的特大书台，适合专业人士 work from home。 最后参观十楼二十室，建筑面积450尺，一房间隔，预设充足的收纳空间，有足够的空间划分客饭厅。浴室有两道门，分别连接睡房和厅区，可以客厕套厕两用，方便住客招待朋友。可以留意的是，项目大部分一房房型都有相同的设计，方便住客。在项目步行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去到港铁南昌站 B 出口，享有东涌线和屯马线的双线优势，前往港九商业区只需要10至20分钟，搭两个站就可以去到九龙站转乘高铁，适合需要经常往返香港和内地的专业人士。至于日常生活配套，主要依赖南昌站的 Free Walk 商场。